下一位。嗨，总监。你有对我痴迷吗？痴迷？一间公司，尤其像我们这样工作起来，常常没日没夜的公司，同事之间的感情不能不好，否则光是吵架就不用工作了，对吧？我认为上司跟下属关系更是重要。如果职员可以对自己的主管有更多的热情，愿意帮他做超出分内以外的事情。什么叫做分内以外？你不觉得我们一天朝夕相处下来的时间比家人还长吗？我只是举例，要是今天你不只把我当上司，想要跟我有更多相处时间，我相信你在工作上的表现一定可以更加出色，对不对？想要试试看吗？我没有吃巧克力的习惯，我更加没有想要更多跟上司相处的时间。我意思是我们做创意的需要有自己的时间，不可以跟生活脱节，要不然怎么可以做好的广告呢？难道你不希望24小时都可以看到我？不想，我不想加班。放心，你过关了。过关？什么意思？其他人怕被开除，所以我说什么他们都顺着我的话讲，要不然就是每个人爱我爱得要死，就只有你不怕得罪我。你看，人的心就这么点大，担心吃喝睡，担心迟到，要是还为了办公室恋情而不能专注，那你剩下多少的心思可以好好的在事业上冲刺呢？我也不想一天24小时跟同一个人黏在一起，就算你恨我，下班你就解脱了，不是吗？是，不是不是。妈妈，帮我叫穆安琪过来，谢谢。好。总监，请你把刚刚说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提出辞呈了。我真的不希望这个我很喜欢、很想认真工作的地方，需要靠这些潜规则才能继续留下去。OK， 其实我只是……总监，芬妮总监有急事找你，他请你立刻过去找他。你先回去吧。你找我什么事？有人像你这样测试的吗？那些玩弄妹子的绑妞手段，用在夜店比用在方舟适合吧？不要这么夸张好吗？我们要玩弄谁的意思啊？我相信你很清楚，公司有多少人为你痴迷，又有多少人害怕被你裁了，选在这个时候跟那些小女生玩感情游戏，你怎么还是跟以前幼稚啊？只是我筛选员工的方式跟你不一样，又何必扯到以前？我不希望他们被你伤害。又提伤害，我当年带给你的就只是要伤害吗？人能够记得的都是感受最深的部分。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愿意跟我和平相处啊？那就改掉你的自以为是啊。不过都这么多年了，你也没有变过，我看谁不用痴心妄想。总之你不要乱动我的人。只要是不合适的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会做我该做的事。
谁没变呢？喂喂喂喂喂喂！你光是这个发型维持了多少年啊？要改变一下啊！好整理就好，干嘛改变啊？哎，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就算你的名字跟个性都是一根木头，就偶尔要给他们小惊喜啊，夫妻之间才不会有问题。我们又没有问题，那也要预防啊。我刚刚才听我朋友说，他老婆又跟他离婚了，原因就是20年来都用同一个体位，啊，我真的很替你担心啊。你只有10分钟啊，我猜你体位也不会换，很危险。已经好不容易适应的事情，为什么要改变啊 ？No， 一定要换，就算4角裤换成3角裤也要换，你一定要换。哦，史先生，你4角裤好。王董，你怎么来了？啊，王董，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来，这是送你。好，坐着坐着。啊，王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坐着坐着，我来来来，先收着，先收着。王董啊，谢谢了，谢谢王董啊。哎，王董，你今天来应该不是只是要送我这个吧？哎，你知道我在广德森林公园旁边有一个案子吧？哦，那个案子叫做森林公园1号，对不对？那一个地段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我是想帮一些中产家庭去圆一个住在森林公园旁边的梦。可是呢，你知道我那个案子现在卖了几成吗？钓大鱼的高手啊！之前啊，王董太太的个人演唱会没有白办。老大，我又不是为了这个才办的。今年有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公司啊应该就不会亏钱了。可是这案子牵涉的部分比较广，恐怕得找间广告公司来帮忙弄营销的部分吧。有这个必要吗？公司又不是没有人可以处理营销。你不要每次都强迫我们做专业以外事好不好？该外包就外包啊。外包又让别人多赚一手，哎，而且那个广告公司开价离谱的很呢。我想到了，老板，我想到一家广告公司，价钱非常好谈。哦 ，Jason， 该不会又是你其中一个女朋友的公司吧？不是我的女朋友，是他的啊。我没有女朋友啊。大宋你啊，是他老婆的公司。哦，不要闹了。太好了，大叔。是你说要找广告公司啊？嗯，哎，等等等等，不行啦，大叔，市场价7成，交给你搞定啊。7成，老大，你干得不错，来，谢谢老板。哎哎，老大，哎，史杰森，你的嘴巴，哦，我这个提议很好，吃里扒外，7折。费用你们照行情开就可以了，不用特别给我们折扣，没关系。
但你就让我先赶完这个表格，我马上去洗，好不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只是不希望你太忙而已。哎，我可不希望你像童心那样工作压力大到胎盘前置。哎，我身体好得很，绝对没有生不出宝宝的问题。你是担心这个，对不对？我不是啊，老婆。算了，那你先慢慢忙吧，我去弄我的模型哦。春天告别，候鸟将起飞，饥饿的诺言守护爱人的身边，松树有素无毒花，长颈鹿看的视线，跨鸟躲进庇护的住所，在枯热里休眠。老公，秋天脱鞋，归根的落叶，海洋的鲸鱼，恨的频率，谁听见？老鹰在天空飞，听不见。不见北方的雪，告别单身动物园，妈妈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说出心愿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大树，我知道你很想要小孩，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小孩这么简单了。方太，您找我来坐聊一下。我才听说你们两个好像有点不愉快，今天进来就看到这个，都不是小孩了，怎么处理啊？我晚点想跟分总监出去喝杯咖啡讨论一下，方便吗？
我知道只是一张 CD， 不可能换到你的原谅，所以你可以把对我的仇恨当作进步的动力，我相信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你的。好好享受完你的 tea time。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摆这本在鞋柜里，该不会是以为能阻挡什么牛鬼蛇神吧？外婆呢？去庙里拜拜了吧？应该又去向佛祖帮我祈祷吧。这点你倒是有向他尽心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钥匙，你这是在干嘛？现在会离家出走了？没办法啊，就只是被外婆轰出来而已，不然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啊？我晚上10点多才会回来，你自己找吃的。家里没放什么钱，你不用费心找。妈，大叔，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妈妈给你带的补汤都凉了。之后赶快拿去热一热啊！哎，我在帮你弄毛巾、枕头套，没空啦。没关系没关系，我刚才试过了，先冰起来吧。冰起来就不补了。那我拿去热，我去热。大叔好乖哦。妈，这补什么的？喝了再告诉你。哎呦，阿妈妈哦，这样突然来跟你们住哦，会不会很麻烦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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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志和可以睡大床，我去楼上睡就可以了。不用不用不用，妈妈哪里都可以睡。这个就很好睡啊。不行了，我们大床很舒服的。你跟志和母女俩刚好可以一起聊聊天嘛。妈，你在干嘛？看来哦，我女儿选男人的眼光比我好。志和他爸看起来挺好的啊。好什么好？你知道我们做夫妻多久了吗？38年，你知道那是多少天吗？13870天。你知道？那你知道那是多少小时吗？再乘以24，332880个小时。你也知道啊？那你知道妈妈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吗？度假。你不知道。是你一份，妈，不要一直说这个好不好？很幼稚哎。哎呦，反正妈妈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讲，来，过来。你们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犯同样的错，那就是，即使再亲密，也不要随便在另一个人的面前脱个去啊。我们没。很好很好。还有，不要在对方面前剔牙啦、打嗝啦、放屁了、抠眼屎、鼻屎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把它放在鱼缸里。不要。我们家以前鱼都这样被我喂死的。尤其最重要的是，在床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开灯，要关灯。关火？不是，关灯就好，热情之火就让它燃烧。关火啦！不要关火，女儿，不要。烧干了。没关系，没关系。来，最重要的是，来来来，要记住，
婚姻就是毁在太过真实的把一个人看透，要像爱情一样的迷茫。迷茫，迷茫，对，再迷茫，迷茫，只和他拍。就知道保险套这玩意就是害我不能够做外婆的绊脚石。连颗蛋都孵不出来。这批文案很赶，客户希望下个礼拜就可以收到，大家赶一下。好，好，好，铁汉哥，来，请大家吃满月蛋糕。哇！来来来来，乐乐，你多吃一点，太瘦了。我老婆一看到，非定这家不可。你看啊、哦，切开之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年轮，年轮象征着岁月。我这个年纪。还可以添个女儿，年轮就好像和这颗新生的蛋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太神了？你看，你帮你女儿取名字没？我还在纠结，我文案做了这么久，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搞不定，我是不是很丢脸？哎没事，没事，真的没事。有才华，还怕没地方去吗？不要乱吃我的豆腐，赶快吃东西。五分钟后，大会议室开临时会，动作快。总监，满月蛋糕。我想等一下，我就不去开会了。好吧，晚点跟你说。铁汉哥，我没事，赶快去开会吧。去吧。这次临时会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个好消息。还能什么好消息？刚刚接到一个案子，股票上市的和竹建设公司打算把建案森林公园一号的广宣转包到方舟来，预算超过我们一季的营收。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代表什么。和竹董事长很重视这个案子，为了配合他的时间，会议时间就定在这礼拜六早上十点，四天。所以请创意部的同事这几天好好加油，这个案子绝对要稳稳的拿下。那你这一组就交给你了，我们没有问题。
对吧？接下来说明一下提案的方向。总监，您要的合竹建设以前的广告案文案都在这。你为什么可以那么残酷？合竹建设这次的方向虽然是以小资家庭为主，你刚刚才破坏了一个小资家庭的未来，你为什么还可以笑得出来？这是我的专业。你的专业就是裁员吧？我的专业就是保证公司其他人的生计。我知道张铁汉在公司资历深，人缘又好，之前他不止你一个人要跳脚，但是可以让更多人警惕，说原来新总监真的是绩效至上。哦，原来你是利用他去彰显你的威望。你都看过铁汉的文案吗？你这种感情对你做创业是好事，可是做管理却不能被人情太过左右。你要相信我是以我的专业做出对公司对张铁汉最好的安排。我相不相信对铁汉哥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以你这种人生胜利组要到一无所有才懂我说的是什么吧。王董这间案附近的环境真不错，闹中取静。有位置坐啊，坐一下。哎，你看像这样，开完会之后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这样休息一下，这样不是很好吗？要不然像这样，你看，慢跑一下，都市有氧。如果我搬来这，不知道之和会不会也和我一起慢跑。早就该这么做啦、啊。不知道啊，他忙他的，我也忙我的。他妈跑来住，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相处的机会。大叔，王大叔，我跟你说，爱情呢，它有时候是有一个开关的。你如果把它关了，但要把它打开是很难的。就你身为一个男人，你应该要积极一点，你要主动，你要改变，你要热情。你忘了带钥匙了吗？呀！耶！赵梦谦。